大家好，睇完頭先嗰個片段之後，琴日我同阿劉以芬啦，再有李 Sir 啦，都入三個人一起入咗去呢個九龍灣公園運動場咧，就睇咗呢個第一屆嘅女子省港杯嘅賽事。咁啊，亦都氣氛非常之好啦。咁啊，所以我哋都拍咗呢啲片段翻嚟俾你哋啦。咁啊，喺個比賽嘅中場時分咧，咁我哋亦都有訪問一啲球迷嘅。咁啊，就大家聽下球迷點樣講啊？有啲咩反應咧？好啊，啊！今日好有機會咧，我第一次嚟睇呢個女子省港杯嘅足球賽。咁啱啱喺半場完咗之後咧，我有機會咧訪問兩位女球迷咧，想問下佢哋對於第一次女子省港杯個感覺嘅啫。我啊覺得好緊張啦。就好似坐一過山車咁，因為其實頭先都好多個攻門，但係就大家珍惜唔到，其實都覺得好可惜。如果下半場可以再進取啲咧，希望入多啲球咯。哦，咁你點睇啊？我覺得好有氣氛咯，因為呢一場波都好多人好緊張香港隊嘅，都想香港隊比較贏咗佢咯。如果你哋對於女子嘅足球發展喺香港而家嗰個情況，你覺得點樣？都幾好嘅，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有踢下地區啊、球會啊咁咯。我而家就踢緊公民嘅。係。係啊。你？我同佢諗法都係一樣，我都係踢緊香港隊地區同埋車仔咯。我哋又有機會啦，訪問第二個小女球迷嘅，想問下佢對於呢一次嘅足球比賽嘅感覺啫。好，好刺激咯。因為廣東入咗我哋嘅一球波。哦，仲有冇其他嘅嘢可以呢位妹妹咧？好正咯！啊，第一次感受到咁勁嘅足球比賽。哦，咁你以後會唔會繼續支持咧？會。好，多謝你。正話訪問完咧，幾位女球迷咧，咁我而家咧就揾到一個男嘅球迷咧，想問下佢對於呢場波嗰個感覺嘅啫。我第一次睇女子有省港杯啦，都 OK 嘅，幾新鮮嘅。不過就睇咁睇法咧，就覺得香港都係比較上被動啲啊，廣東隊係比較上係主動，同埋佢哋個別球員咧都係腳法同埋佢哋控制個戰局啦，同埋猜波用個波好啲咯。對於整場波嗰個情況咧，你有啲咩意見可以提出嚟？香港隊應該喺中前場多啲逼佢啊，同埋多用翻個前鋒咯，可能個今日嘅前鋒有啲受傷。如果換翻個跑動好啲嘅，就多一個夾擊佢咧，幫佢又做一個滲透入去咧，可能會好啲咯。唔該曬，好高興啦！我哋能夠喺球場裏邊咧訪問到一個咧啱啱喺廣州落嚟捧場嘅球迷嘅，咁我而家交俾佢咧，想問下佢對於個比賽個感覺啫。都幾激烈啦！我覺得而家啲女足都打得都幾好啊！加上咧，我亦另一重意義，因為我專程今日由廣州趕嚟睇呢場波，早上嚟，晏晝睇完啦，我陣間又翻廣州咯。咁因為我嗰個意義咧就係，因為我個女都喺度打波，所以變咗我好有興趣去睇。但我覺得雙方打得都幾好啊！咁作為即係廣州嘅球迷咧，你對於即係近年嗰個廣州足球發展點樣？女子方？我睇足協都比較重視嘅。係。聽講佢哋個待遇啊各方面都提高咗啦。訓練佢哋又請咗日本教練啦。即係我哋都關心，雖然我哋球迷嚇，咁都好關心足球嘅，而且我哋由細至大都係中意打足球嘅，咁唔單止係男足女足都好關心啦，所以我都專程過嚟睇呢場波。想問多少少啫，作為你係球員嘅家長啦，咁佢哋每一個星期嘅訓練情況大約係點樣？基本上一個星期都，我想見佢都好困難啊，係啊。因為而家重視咗之後，咁佢哋嘅訓練啊，同埋佢哋嘅生活啊，基本上都喺球隊咯。咁我哋做家長嘅想見佢一次，好困難啊！轉好似今次我轉落嚟香港啊，睇一睇佢打波，見一見面，我即刻又翻廣州啦，就係咁樣啊。咁因為而家睇女足打波都
幾好睇，都好激烈啊！一個技術水平，其實我最想不到的就是香港的水平提高得真的很快脆，因為在早嗰幾年香港真係冇，我睇唔到有香港有女足嘅啊！因為廣東咧就女足已經發展咗好多年啦啊！咁而家香港隊個女足，我睇都可以好啊！好多謝你。唔該。OK， 翻到嚟呢度啦。李 Sir 講翻呢場波啦。咁啊，呢場波就到後到後尾就係廣東隊啦，就2-0贏咗呢場波。你覺得點樣睇呢場波啊？其實嚟講咧，香港隊咧就打得唔係太差嘅。咁可能就話阿奇咧，即係我哋個中鋒阿奇佢咧就有啲受傷啊，睇到佢隻右腿咧都揸住噶。咁中間仲試過有啲碰撞之後咧，令到佢跑動都慢咗咁。咁另外呢一樣嘢就話，響香港隊即係好可能個兵員都唔係咁足啊。咁個別有一兩個球員嘅左後衛，黃素涵都係有啲受傷嘅跑動嘅就見到。咁但係總觀嚟講咧，我見到就話香港嘅女子隊佢哋已經係付出咗㗎啦。已經付出了咁就表現好嘅，中間又見到會中場林夢瓊陳榮曉文嗰啲都姚曉，佢嗰啲都幾好嘅，唔錯嘅，即係好勤力去跑動啊。咁可能廣東隊嗰度咧就對於林夢瓊係好熟悉嘅。基本上佢哋係小朋友嘅，即係同埋一起成長嘅時期好，即係林夢琪嚟香港之前，同埋一齊訓練啊咁樣，有好多個好熟悉嘅，咁好知道大家嘅路數啊嗰啲嘢，變咗佢今日佢踢得係特別辛苦啊，特別辛苦，因為對手亦都清楚，佢係重心嘅，每一次都兩個埋去逼佢嘅，咁即係又難得。有咁嘅機會去踢啦，咁你變咗即係始終球員都有少少緊張嘅，緊張嘅，咁即係第一球波就一時間就走漏咗，咁啊俾人離開咗個先，咁但係即係響失咗一球之後咧，嗰個比數雖然就係人哋佔優少少，但係都唔係話任人魚肉嘅，都有攻有守嘅，咁啊把握到嘅啫，係咁啊！特別響尾段啊，尾段嗰度咧，係哇，好有機會破蛋喎、啊！其實嗰個係我最開心嗰尾段嗰度係見佢換到有入嚟嗰啲咧，冚唪都係比較年青噶，係，但係佢哋係冇驚喎，係，反而踢得好好喎，即係我係咪即係佢哋習慣咗啦？即係話即係仲年紀細未知驚啊，咁但係。在那一刻那個攻勢不錯喎，好有機會破蛋喎。咁可能又相對手又應該去到贏咗2-0啊，又比較上啦。不過我唔理都好啦，人哋放手放軟腳都好，你自己都要打得好。冇錯。咁你俾我見到嗰幾個小妹妹真係做得到出嚟。係啦，因為其實喺現場睇波嗰陣咧，我同阿芬都喺度講緊啦，就係話我哋好擔心香港女子隊咧喺下半場嗰個體能上能夠支持到落去啦，因為我哋見到喺個廣東隊嘅體能係比我哋佔優嘅。但好琴日我哋見到嗰場波入邊，越係到尾聲臨完場嗰陣咧，香港隊越係壓住廣東隊嚟打嘅，係爭啲可以入到波嘅。其實你會睇得到，即係香港因為個即係其實女子足球有咗好耐，咁但係正正式式去真係真真正正去發展咧，都係近一年左右嘅啫。係。咁見到有啲小妹妹出現咧，即係其實就話開始有啲成績啦。係。咁但係問題就話堅持到幾耐咧？呢個好重要。冇錯。咁呢個要睇各方面嘅支持啦。有冇政府嘅大力支持啊？或者一啲有熱心人士啊？咁亦都去睇一啲家長會唔會支持佢個仔女啊？你見俾佢哋見翻啊？喂，踢足球唔係真係牛王嘅，唔係真係牛王嘅。第一佢哋睇得係嗰種精神啊、團隊精神啊、拼搏精神出嚟嘅。
將來佢唔係踢波揾食都好，佢個人生起碼有一段好開心嘅日子去嘅。嗱，咁啊講翻呢一樣嘢啦，就係、是、佢我哋個誒琴日咧，亦都拍咗好多嘅片段啦。咁又有訪問咗廣東隊嘅日籍嘅教練啦。咁啊，可能聽眾辛苦少少啦，要聽聽啦，因為佢係唔識呢一個我哋嘅漢語啦。咁啊，佢要靠翻譯嘅。翻譯嗰個翻譯亦都係對廣東話又唔識嘅，只能夠講普通話嘅。咁啊，咁啊，希望大家耐心少少嚟聽下日籍廣東隊嘅日籍教練係點樣評論呢場波啦？點樣講香港隊嘅球員嘅表現會係點啦？亦都當阿劉以芬亦都訪問埋呢個廣東女子隊嘅隊長嘅。咁啊，聽佢哋點講先啦。OK。第一次那个女子香港杯在那个香港举行，我有机会访问那个广东队的主教练，问他有关于那个作为首次香港杯的时候，他是什么怎么样的情况去准备的？日本遠征をしまして、その後での大会になりました。我们在比赛之前利用九天的时间去日本进行了对这种人工草坪的这种场地适应的训练，然后28号回到广东，29号调整一天，昨天来到了香港。你们是从怎么情况去选拔那个女子队球员？その人選はどういうふうにセレクション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ああもちろん今日の大会ね非常に大事なので、ベストメンバーで臨ま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因为今年我们有在参加全国的女甲联赛，为了打好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把所有联赛的主力以最完美的阵容带到香港来进行这场比赛。作为教练呢，你怎么安排广东队的球员去发展那个广东的足球技术。監督として、どういう練習をして、で、関東女子サッカーを発展するため、どういうふうにやっていこうと。まずは長いボールを蹴って走るだけのサッカーじゃなくて、勇気を持ってボールをつなぐサッカーを今してます。まあ世界のそれが普通になってますし、香港もすごくボールもつなぎますし、すごくトレーニングされているチームだと思いました。首先呢，我们不能像很多中国国内的北方的球队那样一味的去依靠身体速度去打长传冲吊，而是要让我们的女孩子呢更有勇气的去多控球、多传球，通过传切去掌控场上的局面。事实上，香港队呢的传切呢，在一些部分表现呢也是非常好的，这都是世界女足的一个潮流。作为第一次香港女子的比赛，你觉得今天的整个场面的情况怎么样？第一回女子関東香港カップ戦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スタジアムの雰囲気とかはどう思いますか？いや、まずこのスタジアムね、多くの人が見てくれて最高な雰囲気でした。それと、まあここに来てホテルもすべて歓迎してもらえる雰囲気があって、非常に嬉しかったです。今天呢，能有众多的球迷呢赶到现场来，支持两支球队，这一点是对于球员来说，这是给他们提供最好的展现自己的舞台。而且我们来到香港呢，包括接待、酒店等等呢，都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点真的对香港足协这边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再有机会，你们会不会邀请香港的球队到你们广东去比赛？もし機会があれば、香港のチームを招聘していただいて、関東に呼んで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ぜひこの女子サッカーが盛り上がってもらいたいし、女子サッカー発展のためにぜひそれはしたいですね。本当にお互いが女子サッカー盛り上がるように僕らも工夫してますし、お互いにうまくいくようにぜひやりましょう、その試合。
为了女足的发展，为了全世界女足的发展，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与更多的球队进行这样的交流。作为教练来说，是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球队能够走进广东，跟我们能够多进行交流。这个呢是离不开双方的大力的支持与协助的。作为教练的话，他会尽他的努力，能够积极促成这样的事。你们对香港队今天的表现，情况怎么样？今日の試合、で何点、まあどうまあ、試合、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試合の内容についてどのぐらい、内容的には、お互いがボールをつなぐようなよくトレーニングされてたので、すごく女子サッカーにとっては発展にとっては大事な試合だったと思います。香港チームはすごく頑張るので、なかなかうちも点取れなくてすごく苦労してましたし、今度また練習して、必ずいい試合にするようにうちにも呼びたいと思ってます。今天尽管两支球队都想取得胜利，但是并没有说为了取得胜利而一味的长传冲吊，包括我们包括香港队呢也都寻求一些配合，寻求一些机会去创造射门的良机。而且香港队呢，防守也非常的积极顽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很好的能够破门的办法。为了女足的发展呢，事实上今天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希望今后我们会通过更认真更刻苦的训练呢，能够为球迷奉献出更精彩的女足比赛，促成这样的事。感谢你们的访问。好，谢谢。好啦，有機會咧，我哋訪問到今次首屆省港杯女子隊廣東隊嘅隊長，想問下佢咧關於今次個比賽嗰個情況，佢個感覺點樣嘅啫？覺得呢邊嘅氣氛好好咯，即係足球氛圍好強啊，好濃烈咯。我哋嚟到呢度會覺得即係感受到好唔一樣嘅嗰種即係激情咯。就是我們在球場上聽到那些那麼多觀眾啊，就是跟我們加油啊鼓掌，我們會覺得很興奮咯。我想問一問呢，作為首屆省港杯啦，你們的備戰情況是大約由幾時開始的？這個備戰是從我們打完甲級聯賽就已經開始的了。前面我們都去了日本拉練啦，都是其實都是為了今次省港杯準備的。你哋去咗日本訓練，大約訓練咗幾耐？我哋係嚟呢度之前嘅一個禮拜去咗，去打比賽拉練咁咯，熱身賽。你哋係點樣選拔今次嘅首屆女子隊嘅隊員？我覺得可能指導佢嘅睇法，可能就係要揀最拔尖嘅人嚟咯，即係狀態最好嘅人嚟，即係可能想展現最好嘅我哋廣東女子足球隊咁。如果作為運動員咧，你覺得你哋嘅教練團咧點樣對於廣東隊女子嗰個發展嘅進步啊，或者點樣有啲乜嘢意見？我覺得其實佢哋依家已經做到好好噶啦，因為佢哋依家好跟得上現代化嘅足球啦，佢哋嘅理念都好先進啦，佢都好想將我哋一啲細節上面嘅嘢改進，好等我哋即係比較順利咁樣順暢咁樣完成佢佈置嘅要求咯。你哋大約一個禮拜一個星期會訓練幾耐度？幾多日數？一個星期啊，正常嚟講係六日噶。對於運動員嗰、那個能力啊，你覺得佢哋接唔接受到咁即係咁高強度嗰個訓練？其實係應該接受到嘅，因為其實喺我哋嗰邊都係由細到大都係咁樣練。你到咗一定水平之後啦，就可能就入專業隊之後就會每日都係咁樣訓練咯。就所以其他嘢有啲嘢就顧及唔上。咁如果作為廣東隊嘅代表啦，我想問下你有啲乜嘢意見俾翻香港隊嘅球員啊，或者香港隊，即係你個意見，你有啲乜嘢可以俾翻我哋咧？我覺得佢哋依家都好有自己嘅特點啦，即係好似佢前場嘅17號啦，同埋佢中場嗰8號啦，其實呢兩個人都好有控波能力㗎，所以我覺得幾好㗎，佢哋有翻自己嘅特點咯，即係適合自己球隊嘅打法咁樣，我覺得幾好啊。係，多謝曬你。OK， 嗱，翻到嚟呢度啦。咁啊，佢哋亦都對我哋個表面嗰、那個評價都唔錯嘅，係啦。咁啊，當然啦，我哋亦都訪問得廣東隊嘅，我哋身為主場，梗係禮貌啲，係
訪問了作客的球隊先㗎啦。咁上係，但主場嘅都唔嚟得個主場㗎啦。係啦，我哋唔可以失禮人㗎嘛。正所謂我哋招呼人係咪先？但係你放心，我哋有訪問香港球員嘅，一定會厚此薄彼嘅。冇錯，嗱，我哋訪問咗邊幾個咧？訪問咗阿夢啦，係啊，仲有隊長陳榮詩啦，仲有呢個主教練啊陳淑芝啦。咁啊，聽下佢哋點樣講先啦。好有機會咧，我哋訪問到香港女子隊嘅主力球員劉夢瓊啦，咁我想問下佢咧，關於今次首屆女子省港杯嘅表現情況點樣嘅？其實總嘅嚟講咧，因為我哋即係點講都好啦，對我哋女子隊嚟講，第一次咁多年嚟都係第一次我哋喺主場度作賽啦。咁而且廣東隊嘅實力一定係在我哋之上啦。咁賽前其實我哋都盡量去部署，因為真正都真係未對過佢哋，都唔了解佢哋嘅情況啦。咁但係總嘅嚟講，其實我覺得我哋上半場可能有少少緊張啦。咁但係下半場開始即係調整之後啦，或者真係經過咗45分鐘嘅一啲即係熱身或者過程之後，其實下半場我哋的而且確係踢得更加放，更加踢得好啲嘅。但係可惜就係話我哋即係一開波就失一球先啦。咁但係其實我都覺得大家好努力嘅，因為我哋都每一分鐘都冇放棄過，都好努力咁去追翻個比分啦。咁但係總嘅嚟講，所以我都滿意大家嘅表現嘅。作為首次嘅女子省港杯第一屆啦，你覺得香港隊嘅備戰情況足唔足夠咧？如果你話講備戰嘅情況，就絕對一定係唔足夠噶啦。咁因為我哋即係應該大概係個零月之前啦，收到確實嘅呢個賽事啦。咁但係因為當中我哋好多人都有自己嘅工作或者要翻學啦，咁所以其實再加上場地困難嘅問題，其實我哋總嘅嚟講，可能一個月之前我哋加埋十隻手指頭，真係得個10多堂嘅練波咯。但係其實總嘅嚟講係真係我哋嘅準備係絕對唔足夠嘅，相比起人哋廣東隊嘅話，作為今日個比賽情況啦，我想問下你覺得香港隊有啲咩改善嘅地方？我會覺得其實體能對我哋嚟講一直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咁當然啦，換句話講，其實如果我哋有一個好啲嘅環境，同埋有多一啲場地嘅常規訓練嘅話，我相信體能其實會有一定的提高的，但目前因為我們滿足不到我們這個條件，我們只能夠用自己的時間 去操練自己的體能，但是始終球場上所用到的體能和自己出去跑步的體能會有少許差距的，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是我覺得需要以後更加努力去做好一點的咯。那樣你怎樣評價今天廣東隊的表現？總嘅嚟講，佢哋當然啦，佢哋嘅能力係一直都大家都知道係在我哋之上嘅。咁但係佢哋的而且確係有幾個都係國家級嘅球員啦。咁其他再加上佢哋有恆常嘅練波訓練啦，佢哋嘅身體素質甚至係體能各方面一定係比我哋優勝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控波或者各方面咧係比我哋好，基本功比我哋好，其實我哋都係預料之外嘅。如果作為你而家喺日本發展足球事業啦，你點樣去俾意見而家香港嘅師妹咧？意見其實我就冇話俾嘅，只不過就話希望可以效法下人哋嗰邊嘅一啲方式方法啦。咁因為其實日本人對於足球真係好執著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好珍惜每一次練波啦，亦都會好認真咁對待啦。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即係所態度其實真係好緊要。咁希望我哋以後嘅啲球員可以即係喺香港踢波係會艱辛㗎啦，但係希望都會即係迎住呢份艱辛，繼續堅持下去咯。多謝你，好高興啦！我哋有機會咧訪問首屆女子省港杯嘅香港隊隊長。咁我想問下佢咧，對於今日整個女子省港杯首屆啦個情況點樣？我想問一問佢。場裏邊我哋踢嗰個情況。整個情。首先講踢嗰個啦，咁其實係 OK 嘅，我哋其實都不過下半場我哋覺得係好啲，因為我哋壓得上啲，上半場可能我哋未知對方係點啦，始終係守得多啲咯，即係褪得厚啲。咁下半場我哋壓翻上啲，咁喺中間都會搶到啲波，咁其實我哋都有啲攻勢咯，可能爭第二下嗰個把握力咯，係。我喺現場睇到今日個氣氛咧相當熱烈嘅，咁我之前咧又問過
你哋個教練啦，佢都話咧喺第一次女子省港杯嗰個氣氛有咁熱烈。咁我想問下，作為隊長，你有咩意見或者有啲乜嘢期望日後香港女子隊嘅發展？首先好多謝所有入嚟支持我哋嗰啲嘅球迷啦，係咯。咁唔單止係我哋自己啲家人啊朋友啊，咁有啲可能其他我見喺網上有自發性話，即係組織支持嚟支持我哋嘅，咁呢啲係好開心咯。咁希望期望香港遲啲會再搞多啲，有機會搞啲呢啲比賽。咁一來等多啲人即係睇到我哋香港女子足球啊，咁我哋其實都係好辛苦嘅。咁我哋始終我哋係業餘，咁我哋可能有啲翻工翻學，放工先去練波。咁放假嘅時間，我哋晏晝都係去咗練波嘅。咁希望搞多啲比賽，咁大家係吸收多啲經驗咯，咁可以。你見到今日其實下半場換出嚟有啲係可能啲比較細啲嘅年輕啲嘅球員，咁佢哋好需要有呢啲比賽嘅經驗去吸收咯，係。作為師姐啦，你點樣有咩意見期望嚟緊嗰啲師妹個發揮咧？首先個決心好緊要啦，喺場入得場，球證未吹雞都唔可以停咯，即係就個波未出界都好啦，點樣都好啦，都要繼續追落去咯。我覺得係啊，我自己個格言就係、是，就算點樣都好，我都唔會放棄。咁希望大家都係咯，即係最緊要踢得。踢嗰球踢失唔緊要，即刻去追翻又好，點樣都好，我哋要抱住完全唔可以放棄依個心態咯，係啊。多謝曬。好高興我有機會咧訪問到香港女子隊嘅教練陳淑芝小姐。想問下佢咧，關於今次首屆省港杯香港隊個表現情況。咁啦，首先唔講嗰個實力先啦，我講下個現場氣氛啦，其實都好好嘅。咁有好多人幫我哋打氣啦，咁呢個都係第一次啦嚇。咁啊，講到去成隊波嘅表現咧，咁我覺得其實我哋個發揮仲可以做得好啲嘅。咁啊，我覺得今日我哋個同廣東隊嗰個距離，我覺得又拉得近咗啲，係比我想象中近咗啲嘅嚇。咁我哋都有啲進攻即係防守又有攻又有守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係一件都幾好，打得都幾好。不過我覺得好多嘢都係我哋仲可以改進嚇。作為今次咁好氣氛嘅首屆女子省港杯咧，我想問一問你，有咩意見俾以後落嚟嘅香港女子發展？其實頭先好多球員都話：，咦乜仲唔係有第二個回合嘅咩？我哋唔係，我哋女仔係一個回合嘅。咁但係今日有好多細嘅球員咧喺看台嗰度睇波啦。咁我覺得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欣賞下啲大姐姐比賽啦。第二方面，佢都希望俾一個機會佢哋睇下啊，原來我將來都有呢個機會嘅。咁我覺得係整體對成個女足都係一個好好嘅宣傳啦，同埋推動咯嚇。作為首屆女子省港杯啦，我覺得今日個整體氣氛咧係意料之外嘅。咁我亦都希望啦，即係通過今次嘅比賽咧，能夠有機會多啲俾香港女子隊或者香港的足球繼續發展，這個是我的意見。 OK， 基本上呢在香港女子隊來說是個比賽是不足夠的，你多些跟對外的呢就間接上就會提升他們的水平，起碼就說等一些小的都會多些見到外隊有些這樣的氣氛成了。今天其實很開心見到他換出來的那幾個後備是很年輕的，但係佢哋嗰個比賽嗰個戰鬥嘅精神咧，就冇話有啲驚啊恐懼啊，呢個係女子隊嘅未來，可以係一個好嘅希望，好嘅先兆嚟嘅。OK， 嗱，聽完佢哋香港隊嘅球員同埋領隊啦，陳淑芝啦嗰個訪問之後咧，仲有後期阿芬亦都同你有一個結尾啦。係啊，冇錯。嗱，去到依個賽事一個總結啦，聽到佢哋講咧，其實佢哋廣東隊嘅備戰情況咧，哇，日日操喎。反觀我哋好慘因為我哋場地嘅問題啦，同埋資源嘅問題啦，唔能夠喺同一個起跑線上咧發展啊。係。因為嗱，我哋聽到我哋嘅球員嘅備戰唔係唔想多，好辛苦，係好辛苦。人哋廣東真係當打份工，日日操，咁樣其實大家個環境唔同嘅。但係希望有一樣嘢就話既然我哋香港咁辛苦環境之下，我哋都做到一啲咁嘅成績出嚟，就希望大家
熱心人士啊、政府嗰啲咧多多支持。雖然而家咁樣鳳凰計劃嘅時候咧，即係好大部分都喺男子足球嗰邊啊，女子啊佔咗一部分。咁喺咁艱苦嘅成績之下，都做到啲咁嘅嘢嘅話，即係好值得係繼續去鼓舞去做落去。係啊，因為我有個理念就係話如果你不做，你永遠沒有進步。是。最你繼續做下去，始終有一天，你都會做到出來。沒錯。可能需要的時間是長一點。是。但你不做就永遠都沒有了。對。因為呢，現在呢，去看啦，其實我們都會覺得在2015年是很感動的，因為經過香港隊呢，香港的球迷對香港的熱情回到來，由今年開始，他一路支持連帶動埋。好似昨日爆棚啊，女子隊係爆棚啊。其實我係中意呢種氣氛嘅嗱，唔需要一定要擺喺什麼咩大球場啊嗰啲咁樣。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大家喺我哋個片段個開頭都見到一班人嗰班支持嘅嗰班所謂香港力量。嗯。昨日佢哋係好努力，係根本冇諗過輸贏嗰個問題。啊，佢哋係一條心去支持香港嘅啫，亦都冇話男仔啊女仔嘅分別。係，佢哋好忙碌㗎。佢一完咗，琴咁聲又走去旺角場，又要支持男仔㗎。係，咁呢啲即係證明係香港人有一個熱情喺度。冇錯，希望嗱大家呢種球迷喚醒曬對香港足球嘅心嘅情況之下咧，能夠球員亦都希望無論男子又好女子都好，都應該肯多加努力。表現嚟報答翻所有嘅球迷，咁啊嗱，去到呢樣嘢啊嗱，亦都有啲嘢需要改善嘅，李 Sir， 因為點解咧？琴日我就遲咗入去啦，稍遲咗咧，係啦，咁啊嗱，但喺門口嗰度咧，我聽到一啲球迷嘅心聲啦，因為當時我冇機喺手啦，啲迴響啊，有好多好大年紀嗰啲球迷咧，其實佢真係唔多上網嗰啲，去到門口入唔到嚟啊，嗱入唔到門口，喺呢場大賽入邊咧，佢問。邊度有飛賣？其實冇飛賣㗎，係派嘅。但派佢都唔知道幾時派曬，又唔知點樣去攞飛。其實希望足總入邊喺宣傳上能夠可將個消息準確少少送到俾球迷，唔好令到一啲，因為其實琴日普遍嘅球迷都好慘㗎，都好大年紀㗎。我諗咁啊，足總佢喺琴日之後咧，佢係應該聽到嘅。係。咁亦都可能啲近來。嗰、那個省港杯啊，香港隊好多嘢都忙，就諗唔到突然之間今次球迷咁熱情，咁熱情係啊，啊咁啊諗住有機會喺門票嗰度，臨場可以有得派嘅，嚇幾千飛有得派。因為嗰啲球迷都話，我根本事前唔知道，因為有啲人其實有啲老人家真係冇上網嘅，佢唔知道，佢只有睇新聞啊，佢冇習慣。佢只有睇新聞就知道，啊今日乜有場九龍灣有場女子省港杯啊，我就嚟睇下先。佢入唔到場，係啊，係啦，即係希望一樣嘢啦。但係下一次真係話早啲去向外多啲公佈啦，或者係留翻少部分。係啊，啱啊，留翻少少部分俾你啦，即係唔需要好多，可以支持到啦。可能一百幾十張等佢哋嚟到可以，都唔好望門輕嘆咁啊。冇錯，冇錯。嗱，去到呢一2015年啦，琴日最後一場波啦，咁啊香港隊嘅賽事啦，咁啊希望所有球迷球員能夠繼續努力支持港隊，保持呢、這個心態啦。Okay. 基本上係，咁啊嚟到呢一節就到此為止。但係喺呢個節目完之前，我哋亦都多謝香港女子足球隊嘅女經理啦。外凌小姐啦，咁啊協助我哋啦，能夠可以拍到咁多片報導到俾大家聽。因為佢都幫我哋安排到入去，我哋先至能夠可以影到咁多片單嚟嘅。咁點都好啦，我哋喺呢度都向大家一眾嘅香港女子隊嘅上下球員、係工作人員，祝佢哋 Happy New Year。冇錯 ，Happy New Year， 多謝。OK， 拜拜。